那么他的咒语啊，就是念他的名字，念他的名字 ，Om Guru Guru Shri Soha， Om Guru Guru Shri Soha， 他的名字就叫做 Guru Guru。那么他的本源是 Shri， Om 就是宇宙 ，Guru Guru 这一个佛母 ，Shri 是他的种子。所哈就是成就，他的咒语的解释是这个样子。